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收藏的布隆迪法郎全套钞票。好，我们就来看一下。好，首先这张是100法郎、500法郎、1000法郎，然后背面100法郎、500法郎、1000法郎，啊是2000法郎、5000法郎。然后最大面值的10000法郎，然后背面2000法郎、5000法郎、10000法郎。好，布隆迪是个非洲小国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收看，期待您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